了这个开幕式的演出之外呢，我们还安排了一些很多的这些这个文化活动，包括我们的这个服饰秀啊，就充分展示啊我们的这个山南的服饰文化，还有我们这个广场舞的表演活动，来活跃我们广大市民假期期间的文化生活。还有一个活动是咱们这个藏戏展演啊，我们把各支优秀的传统的藏戏队邀请到公园来啊，让大家看一看我们传统的藏戏啊，也展现一下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保护的成果。